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基隆的农历七月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的重头戏中元祭又来了。今年轮值主谱的是我们的郭姓宗亲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及亮点，还有要遇到哪些挑战要克服呢？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轮值主谱的郭姓宗亲会主委郭庆全。大家好。主委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理事长郭其胜。大家好，理事长好。第三位是我们的卢主郭义荣。大家好，卢主好。第四位呢是我们文化发展科科长郑鼎清。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鼎科好，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传承169年的基隆中元祭有系列的庆典祭以及最受瞩目的开灯放彩，还有放水灯游行。这就是被我们台湾列为12大节庆的基隆中元祭，源自于1855年。今年由轮值主谱的郭姓宗亲会来主谱。今年的主题跟以往最大差别在哪？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主委。好，那个今年呢，哈，最主要是我们已经传承了169年的中元祭。那我们郭姓呢，哈。是第三次来接这个主谱，好，那个每15年轮值一次。那今年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呢？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前2-3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整个活动有减量的情形，哈。那今年疫情已经完全解封了，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恢复以往的情况，能够再把它做得更好。那今年呢的主题呢，我们是定调互救传承中原普渡，创新向上民俗记忆。它的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要传承以前的优良的文化传承，好，把它再发扬光大，然后中间再加上有一些想法跟创意，能够把民俗记忆呢，能够再发扬，做得更好。好，是真的，就是创新向上，我们的民俗记忆，保存我们这个中原普渡的这些精神在里面。所以，我们中原祭源远流长，意义及内涵传承着我们的民族融合等意念。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一段 VCR。在台湾有一项活动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它见证了民族的拓垦与苦难，展现了子民的悲悯与智慧，传承了民意的多元与优美，提供了族群的融合与方向，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基隆中元祭
真的就是要传承我们文化资产的意义，所以我们文化局哦历年来都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在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很多的展演活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鼎清鼎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艺文活动展演内容以及我们的文创品。好，那个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其实整个中原祭其实在举办的过程当中，当然最辛苦的就是我们当年度的主埔的中青会。那我们今年国庆中青会其实也很努力的在筹备一切有关于中原祭的活动。那在文化局的部分呢，主要是着力在文化展演跟相关的一些文创品的一个产出哦。那首先其实在其实现在已经开展了，在我们的黄蜡石的文化馆里面已经有一个记忆的一个展览，那主要是针对中原祭的一个湖纸艺术来做一个展览跟陈述哦。那其实邀请了李清荣老师跟林天丁老师这两位所谓的文化资产相当重要，在湖纸上面相当重要的一个艺师哦，那在展场里面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陈设。那除了展览之外呢，那其实每一年我相信大家民众最期待的大概就是我们在放水灯游行那一天的一个主题演出的部分。那延续过去一个好评的演出，我们今年是邀请了前太阳马戏团的舞者，那也是我们全中运的一个总监张义军老师帮我们筹编了一个舞剧。那这个舞剧的名称呢叫好愿在人间，那也呼应到我们刚刚主委所讲的，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百年的祭典传统能够传承下去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平安跟大家的一个心愿的完成哦。所以其实张老师他这一次呢用了包括侵犯战争的场景来呼应我们整个中原祭对于不管是万物适灵的一个广施博爱跟普度慈悲的一个概念哦。那当然其实也结合了我们在地非常有名的基隆市中正国中的一个民俗班，还有相关的一些优尼克的马戏特技团，还有 KGB 的街舞，所以其实它会是一个我们自己都很期待的一出舞剧。那希望可以能够让观众朋友对于这一个中原祭能够有更新的一个感受。那最后其实我们今年推出的文创品哦，那包括我们主埔国姓中心会这里其实也很用心设计了一系列的文创品。那第一个是我们跟三点一刻奶茶所联名的一个中原祭的一个特殊包装的一个奶茶的冲泡包。那三点一刻其实是国内外旅客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那就是第一个当然携带方便，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其实在整个中原祭期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俗叫做中原普渡，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其实是作为我们一个普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那另外其实主埔国姓中心他们今年也设计了用郭子仪，就是他们的一个先祖的一个形象，设计了 Q 版的郭子仪，然后把它放在马克杯跟扇子上面。那我相信这些文创品其实也让不同的族群也来认识到其实在中原祭里面有很多的文化传统，跟其实它可以有很创新的地方。哇，这一看到今年真的很丰富，而且好期待，让大家期待是今年的那个演出。没想到是张义军老师，我记得曾经张义军老师来演出过，那时候看到觉得哇，怎么鸡皮疙瘩都掉下来，我觉得真的太感动。所以这一次很令大家期待，就是好愿在人间，是，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来欣赏。那刚才说到的文创品，我觉得每年真的是推陈出新，而且今年更结合了商家，是，就是把我们基隆的在地特色结合了这些食品，然后一起推销出去。那刚才的三点一刻，这超热销，因为我知道外国游客都很喜欢来买这个他们的奶茶。对，所以有那我们今年也会铺货在各个销售点里面，所以就是包括三点一刻他们的直营店跟可能机场的一些摊位，我们也都会把它放上去。是，那我们这样基隆的特色就可以带到国外，流传到世界各地去。那一块来看看哦，我们的灯亮缘起。这就是庆祝我们的基隆中原。咱大陆移民来台湾，四度是足多人，主播拜拜，老人替代酒吧，
这么的目标大，所有来的就可以去邀请这王者要安怎来，甲引魂做这件代志，有滴主播大。要迎接这个老大公来到这个人间，受咱乡邻的重用，所以作者信书，他会点上一盏那个普渡宫灯。基隆的中元祭也是由中间会轮流来主办，代表基隆市的来普渡，所以必须遵照主礼，按照传统，让老大公享受好吃的东西跟好看的东西。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小朋友介绍中元祭的缘由，来做一个传承的工作。这次我们从中元祭的祭典课仪介绍、灯笼的彩绘，还有米雕的制作，我们都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在体验当中可以学习跟亲近中元祭的文化内涵。啊，咱家人就在轮流，丢五老三家入江地湖，大苦有抛死的独立。我们没有跟你来办，叫我年轮出来。基隆中元祭，家人中元节。基隆中元祭，每一个人的中元节。我们的中元祭，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多年这样下来，我们的历史样态和我们的中元普渡现场，请教理事长。好，谢谢主持人。基隆的中元祭是我们基隆最大的庆典之一，十五姓今年轮到我们姓郭，是15年在轮值一次主办，各姓氏的尽心尽力用心在这个我们习俗的传承都用我们最大的心力去把它完成这个传承非常感谢各姓氏的帮忙，还有市政府的协助谢谢。哇，可以看到我们中元普渡的样态，其实就是大家合力来完成的。那我知道我们的卢主也是我们的前郭姓理事长，他真的很厉害，每年就这样参加投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卢主，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的一些历史场景。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还有我们的文化局的科长好，还有我们今年最辛苦的是我们的主任委员跟我们的理事长，由我们理事长来领衔。但是讲到我跟讲到过去，我是2008年我们第二次族谱的时候，我当当年的总干事。所以说总干事大家就讲说族谱有什么事，做个总干事啊。但是问题一接下来才知道，才知道是千头万绪，事情多得不得了。当年我是瘦了5公斤，但是今年还好，因为有一次的经验，我到现在是瘦了3公斤，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中元祭是我们的先人、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延续下来的。我们今年郭姓也非常很荣幸，以前在联姓会中，跳出来。姓黄的、姓李的、姓郭的三个姓跳出来，我们来轮到15个姓来主办。那我们刚刚主委也有跟介绍说，我们今年是第3次的轮主，但是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庆幸，替我们基隆的中元祭在2008年那一年，我们第二次主谱的时候，我们就推出我们的老祖郭子仪来做我们的代言人。那我们引用我们郭子仪3个字，就是郭族子民仪式，代表我们的中元祭。郭族，我们是赡养我们郭子仪的他的精神，
好，他的精神。第二个是子民，是代表我们的全基隆市的39万、40万的这些我们的老百姓。第三个仪式就是我们169年非常优良、非常不可磨灭的一个民俗的一个祭祀的传统。我们希望说，希望每一年每一年的接下去。但是我们自从去年8月1号接手炉，这个一在清南宫接手炉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任重道远，真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呢？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历史上的背负，一个是我们2008年拿到是那个无形文化资产总署发给我们的第一张的全国第一张的无形文化证书，来认定我们的基隆中原祭。所以说这个担子又加深了一个。所以说我们集思广益，从去年接手了以后，我们就每一个礼拜就集合大家集思广益，看怎么样来这来再做。所以说我们再想一想，还是我们要延续我们2008年的郭祖子民仪式，我们把它来再渲染，再来发挥一下。所以说我们今年就做一个这个纪念的咖啡杯，还有做一个扇子给你们随身携带，随身携带，然后郭子仪公能够保佑大家平安快乐，这样子。是，真的，谢谢。每一年的主谱他们都有一个主题特色，那今年我们的郭姓宗亲会选定的主题就是我们的郭子仪，郭就是郭姓族谱，子就是我们的子民，仪就是有仪式，有不同的意义意涵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扣紧今年的主题，我们的中原普渡这一件事情。那当然说到中原祭，有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仪式，我们的仪式只有13个，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郑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这个仪式每一个都很隆重，而且每一个都有它的历史故事。好，好，那其实我在这里讲科仪哦，其实是有一点班门弄斧啦，因为中青会在这边其实是他们最熟悉。那其实在刚刚延续我们卢主所讲的，其实基隆中原祭这件事情，它现在是我们所谓的国家重要民俗。那所谓的国家重要民俗，它其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保存了全台湾最完整的在中原就是农历七月这一段期间所有的一个科仪跟仪式哦。那从开龛门开始，所谓的龛门就是大概一般人所认知到的鬼门呐、啊。然后我们在基隆称好兄弟就是老大公。那从开龛门开始到关龛门，其实有一连串的一个仪式哦。那包括我们的树灯糕、我们的放水灯游行、释放水灯头，还有我们的中原普渡，跟最后的关龛门跟交接手炉。那我想在整个科仪的过程当中，其实主要就是两个精神。第一个，我们会希望在这一整个月，然后用我们人间的祭祀，让老大公们可以在这一个放假期间，就是他们放暑假的期间，能够享受到很完整、很丰富的一个祭祀。那第二个，其实是延续整个中原祭的主要精神，就是所谓的悲天悯人跟博爱普施的精神。所以，其实我们在中原普渡，每一年我们在中原那个主普坛的中原普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摆出来的这些祭祀的盛宴，不只是针对基隆人，那包括我们的外国人，我们有红酒，有法国面包，还有欧元，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针对比如说难产的妇女，我们有麻油鸡酒汤，然后我们也可能针对不同的族群，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祭祀的样态。那我觉得在基隆中原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关龛门是比其他所有台湾的县市都在晚一天，我们是在8月1号的时候关龛门，也就是说我们让好兄弟多放假一天，让我们的老大公们多放假一天。那最后一个仪式是我们的交接手炉，会是在我们的清安宫。那我觉得这个仪式对整个中原祭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因为我们要传承下去。那从今年的族谱到明年的族谱，像今年我们是郭姓宗亲会，明年我们就会是张廖简姓宗亲会。那透过一个手炉的交接，就是把这个重责大任再交给下一个姓氏。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办法让中原祭可以生生不息。那就大概这样。是，真的就是生生不息。说到中原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记得每年都要去
采竹子，是今年也应该是采完。我们要请教主委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们是去哪边？今年去哪边选竹子、采竹子？哦，今年我们是到竹山，哈，开了两部车，然后十来个人，哈啊，到竹山。那一路上非常辛苦，然后也碰到塞车了，哈。那我们到庐山就选的十二支吧，十二支的竹子，那我们都会绑上红带。好，那他们竹山的人他会帮我们运下来，直接会，然后要留着头跟竹子的最上面的尾巴，好，然后当那个当天会送到我们竹埔潭这边来卡丁沟。哦，就早上选完，中午就送到了。对对对。哦，好特别哦。那这样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意义？是选越大越壮的越好吗？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选竹是优良的传统，而就是我们要去竹，为什么我们跑到竹山去？我们知道台湾竹山是梦中竹，是最广、最种植的最广，那我们去找又直又大又粗啊，那个竹子的尾巴又很漂亮啊，竹头很容易可以容易的挖掘啊，这一个那一个适宜的那个竹子，我们就是去火定，就是把它定了，用刚刚主委讲的，就是我们用红布条把它绑着。我们要十二支，就是竹埔潭要六支，那个庆安宫要六支，天地三支，那一共十二支，那我们一共选的十五支，因为要预备嘛，所以我们选的是像竹山的土地公哈，确实祈求，所以我们选的十五支。当初当那个要竖灯高的时候，我们就过来，我们就竖好。但是竖灯竹子就是要竖灯高。竖灯高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天，一个是地。天的话就是白天，我们把灯高升上去，它有一个一排的灯笼。那个晚上的话，那个天灯卸下来，地灯要升上去啊，这个连续到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十五晚上跳钟馗了以后再把它卸下来。而这个竖灯高里面为什么要选一个竹子？我们跟人家不一样，你竖个灯高，人们的老祖宗他非常有智慧。你们想一想，我们把竹子砍下来，我们的尾巴是不是过了两天它会黄掉了，它会掉了，但是我们老祖宗他一定要选头，把他的头跟他的泥土用红布一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来这里竖上去的时候还要包起来，还要我们每一天都要早晚又要去浇水，不浇水的话它竹子就死掉了，就像我们插花一样。所以说这个典故是不是说插一个竹子好，它是一个插的竹子还有里面含义在里面。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头要有尾，但是要有尾我们不能让尾巴孤亡掉嘛，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带它原来的泥土然后把它包起来，然后也要浇水啊。再讲到说这个尾巴黄掉，就是要回溯到我们的十五姓，我们姓李的、姓黄的、姓郭的，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姓李的、姓郭的先出来，姓黄的跟着后面出来，结果以前就是顶头靠位啊，靠位就很不好的，再来变顶头贵位，哎，可以啊，再来变顶头那恩位都莫啊，哎呀，那黄一个东西黄掉就不行，所以说我们郭姓就想说，那我们郭姓就得，我们让黄姓来做十四第十四位，我们到十五位，所以说经过今年的中元祭，那都贵宾了，好，我们郭就过面贵宾了，美女从头开始，也是从张廖乾一号开始，但是这个是我们先人非常非常非常优良的传统，我们就是长幼有序，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你的郭姓就代表十五，你的那个黄姓就代表十四，我们就不会说今年我是族谱我是一，而别人是二，没有没有，我们还是永远。所以说你去看我们的旗子，今年我们在那个郭子仪的那个花灯的四周围，我们会把25个姓把他们的旗子排上去，那给人家按照顺序，按照顺序也是从
第一个开始，像传承大道，我们也是第一个开始。我们锅一定是在最后的一个，因为那那后后那十五年已经平安的过了，我们祈福再下一次的十五年，由张廖泉做头来领导我们这十五个自信，大家一起把这个优良的传统把它延续下去。谢谢。哎，真的，就是我们的十三个祭典可以就是继续延续下去。那刚才说到这个砍竹子，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竖登高，所以那个竹子真的很厉害，它可以活两个月，对不对？不止，超过不止。但是问题是，想养一个问题是我们那个族谱铺完了以后，我们族谱十五号晚上族谱以后就要跳钟馗，要跳钟馗。但是跳钟馗就是希望说叫钟馗来跟观音大士他来主持，说我们这边公仆公那个公家的普渡已经做完了，我恰你了，已经恰你了，我有弄十二个那个竹签。十二个那个单楼和你炸灯去呀！你们不要再留在这边啊！你们在各归其所，就是为跳钟馗的意思。最好就是跳钟馗，就是非常先人啊，在定这个东西可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还有一个接手炉，十五年前我们到那个无形文化资产总署去报告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中原记为什么基隆的中原记，我们为什么传承那么久？我们没有用书面上来写说怎样来教，我们也没有说你要怎么做，我们是大家都放在心里面。但是接那个手炉是叫关，为什么在庆安宫？庆安宫请妈祖，请我们基隆妈来作证，说我郭姓交给。”张廖泉，但是我们没有文字的叙述，我们也没有说，哎，我给你供地了，哎，要拿走。我们就是心里面上说，我接手，我们就要怎么来做啊？这个是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无形文化资产？这个就是我们不是有用字来写的，在这十几个科仪也是我们的前辈。每一年，用口述的，像我们口述历史一样，大家都知道了。啊，今年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这样来做。以上补充说明，谢谢。哇，真的就是我们的无形文化资产，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竖登高。后来，妈妈先。这就是我们的竖灯高。那刚才看到那个开灯放彩，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有烟火绽放。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郑科长，哎，今年的那个开灯放彩是不是跟往年一样很精彩？好，那今年的开灯放彩呢，其实我也得先跟各位观众再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其实过去的三年，我想整个台湾都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在科仪或是普渡上面有缩小规模，虽然没有中断，但是有缩小规模。但是今年呢，我们会恢复就是以往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在主普坛的一个开灯放彩的部分，主普中心会其实这里有做了非常精彩的规划，那包括他们的啦啦队，还有他们的北馆，其实都会在主普坛开灯放彩这一天会有精彩的呈现。那在文化局这一天这边呢，我们是在放水灯游行的时候的那个主题演出，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会由张雨欣老师所监制的一个好愿在人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相信在整个中原祭里面呢，除了文化局的这一个主题演出之外，其实在主普这边，他们在每一个周六周日在海洋广场这边也都安排了非常精彩的一个艺文活动哦。那其实在他们的邀请队伍里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包括北馆啦啦队、肚皮舞、爵士鼓、太鼓，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的一个演出。所以其实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哦，在我们
中元祭正式开始之后，其实在我们的海洋广场每个礼拜的五六日这边，族谱其实都安排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艺文活动，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到那边去欣赏活动。那我另外再另外一提哦，这个算是我们今天的彩蛋，就是其实族谱这边在今年的一个规划上面也跟了一些赞助的厂商有谈了一些赞助，所以在我们的艺文活动里面呢，我相信现场会发送一些大家很喜欢的小礼物，那包括我们的乐视的洋芋片等等之类的东西。那我想大家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洋芋片，然后享受我们晚上的一个基隆的夜晚的海风，那其实是在中元祭里面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规划。是，真的是小确幸，一边吃洋芋片一边看表演游行。那刚才说到我们的族谱，我们开灯放彩那一天，我们的中青会这有准备精彩的活动，我们先请理事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有准备了什么样精彩的表演。理事长有什么样精彩的表演？哦，这个那个精彩的表演，那个艺文活动，这个规划早就规划好了，哦，有各项的那个活动，哦，那各项活动我请吴主吧，还是请他？好，他比较了解。罗柱，因为今年的我们因为。刚刚有讲，我们去年接了手炉以后就开始筹划，但是筹划因为有时候，那个我们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好，啊，就是人家古人就这样讲，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基隆的大的一个建设就是树梯，啊，是因为树梯的完成，我们估计在我们今年的中元祭应该可以开放，啊，所以说我们就今年跟往年都不一样，我们没有放那个烟火。为了怎样？为了安全啊！因为你树梯一上来，就是从那个主普堂的后面上来，啊，后面的广场啊，就放烟火就比较有一个安全性的顾虑。但是我们不是人家讲说，那你们过去是省了这个烟火的钱？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钱就放在我们的放水灯那边啊，那就放水灯那边放啊，我们这边就是用我们的灯光跟我们的那个。这个哈花束的这样来做一个哎展来啊，这个我们有请一个传统就是八管来演奏来敬坛啊，然后再一个这个一拉拉队来表演啊，还有一个舞蹈再来这样子来衬的，这是也是遵循的古法啦，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啦，然后输人不输阵啦，对吧？啊，就是其实就要这样子做。啊，确实我们而且今天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市长，我们给我们在中正公园做一个族谱堂这个伟大的一个建筑物。啊，但是我们每个中青会都有一个观念，我们花在那一个族谱堂的经费非常非常的大。占得我们中元祭的会大的一个金钱的分量，因为一盖下去要200万呢，哦，一个装饰的话，但是我一看他说，哎，啊，这个你没有装饰很漂亮啊，你不相信的话，平常你去看我们主舞台，我们主舞台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我们就稍微来装，今年就稍微的灯饰稍微的再加强一下这样子，啊，我们的观念就是说。由我们来做起，来抛砖引玉，希望说我们的钱不要花在那一个地方，啊，那我花在那个地方，那来那行不行？来就这艺文活动啦，啊，或者是这个艺文展演啦，啊，或者是表演花灯啦，啊，来推广我们的观光，把这个钱经费来花到这边来提上我们的，给人家有一个变化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的小小的一个补充，啊，但是那个烟火没有换。但是我们要放在14号晚上的放水灯那边。那是今年再特别的提一下，就是说我们拿到那边去放，我们最后面的那个精彩的节目，最后一个，它就是 Andy 的那个彩蛋，那个蛋一打上去的话，整个那个空中。全部都是平安灯哦，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台湾地区第一个，也是我们特地的，我们主委啊特地的，因为今年是那个释放的那个他的包商
也是我们的郭姓的，也是郭姓自己的，自己的子弟兵啦、啊，所以说他特地的设计这一个打上去的话，满星空都是平安灯啦、啊，都是平安灯，就是给我们全市的啊，跟我们所有的大家祈福啦，啊，这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是想法这样子，谢谢各位。哇，这样真的也是很期待，因为我们竹福团开灯放彩那一天，其实也有灯光秀，而且还有精彩的啦啦队演出，还有我们的八馆来这里告诉大家不一样的我们的基隆的传统艺术文化。那大家刚才说到的那个竹埔潭，其实竹埔潭它内外兼修，哎，很不错哦。这个工程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鼎庆科长。是，好，那个竹埔潭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原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科仪的地点，因为是大饭店，对不对？竹埔潭大饭店。其实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其实在整个中原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科仪，就是我刚刚所讲叫做中原普渡嘛。那如同刚刚我们的卢主所讲的，其实树登高其实也是等于是在日夜都放了一个邀请函，希望所有的老大公们可以在中原普渡这一天来接受人间的一个祭祀。那包括我们的释放水灯头的部分，其实也是对海上的亡魂发了一个邀请函，是说我们会在明天的中原普渡 这一天有丰富的一个盛宴哦。那所以其实在竹埔潭的 整个硬体上面，其实文化局花了很多的力气，包括在过去的一个结构补强的工程，然后我们今年也把它重新都粉刷了，那所以说其实竹埔潭会有一个比较更新的样子。那包括在里面的一个展览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透过了一个策展团队，然后把整个中原记的故事重新再用策展的方式去说了一遍。那里面也放置了包括很重要的，像是在北馆很重要的一个聚乐社一组的一个彩排，那包括我们的李务吉道长，然后李腾龙道长的一些故事，那也包括我们李庆荣老师的一个胡子的部分哦。那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会希望选在竹埔潭这里做了一个基隆中原馆的原因，就是其实搭配中原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的地点。那所以其实 也希望大家在我们中原馆开馆之后能够抽空到我们竹埔潭去看一下，我们在怎么去诠释基隆中原记这件事情。是，哎，真的，哎，就是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就文化局近年来对这个基隆中原记的场域进行很积极的整修，像是107年由文化部文资局主办的这个竹埔潭耐震系统来补强的部分，然后另外111年就进行了一楼中原记祀文物馆的设馆更新这个部分，就是希望从人的观点把我们基隆中原记的传统意识主角来视觉化，来大家更能了解我们的基隆中原记。那可以看到我们市府的用心，还有我们的宗亲会每年哦都会把我们的竹埔潭布置的美轮美奂。那当然今年的基隆中原记每年的宗亲会竹埔的都备受挑战，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听说都要茹素是不是？讲到这个茹素这个问题啊，我就很头痛。那刚接任主委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主任委员啊，还有我们三位全部要茹素，后来才知道哈，所以变成是我要克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素食哈。但是时间已经快到了，那最近我也开始在试着吃素食哈。不然到时候会反应不过了。然后，对啊，那我希望自己可以坚持一个月哈，把这一个月已经可以每天都吃素食。那还没吃素食之前，我现在已经瘦了4公斤。哇，对，压力真的很大。吃完可能瘦掉10公斤。对，哎，你知道吗？就国庆中心会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他们这14年来，就是上次轮值完之后14年来，他们就是每年都有在存钱，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辛苦。然后筹划部分其实需要大量的金钱，这部分其实我们的主委很用心，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好，那个。我们15年轮值一次嘛，哈，所以在15年前我们就知道15年之后还是要用很多钱，要花钱。所以我们在15年前就每年都会
比较客烂的方式来办一些活动以外，那我们都会想办法来结余一些钱。好，那这15年来，我们也结余了大概200多万，好，然后继续来运用，哇，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且我知道他们现在活动一开始，除了我们的文化市政府的补助之外，还有我们的观光局、我们的文化部来进行补助，这部分都要很有计划性的来写计划，来要让经费可以让活动顺利举行。那我们要请教理事长啊，理事长，那你们今年有没有你的部分挑战的部分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呢？非常感谢哈。今年我们国信中信会主府非常感谢这些中长啦，我们主任委员，还有我们前理事长，还有各个中青中少非常帮助帮忙，把这件事情尽心尽力在做，就是今年的主府我们要办得更圆满更成功。是，就是不管什么困难，通通都克服，就是一切圆满就对。然后我们要请教卢主。哎，这个因为这是既定的科仪啦，我们也是跟着前人的脚步来走啦，所以说跟我15年以前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多了一个7月1号的开。跟那个开街头的街那个路灯啦，还有你们主灯啦，以前没有主灯啦，就是由我们国信从15年前的时候，以前都是用那个起灯，有起灯脚，但是起灯脚就变给那个老大公开灯来代替起灯脚了啦，所以说我们的街头的路灯、街头的平安灯、跟我们的自己的主灯。就是从以前15年前的时候，以前在我们的中元祭都是用一格车啦，一格车来大家来游行，大家都看着，就说从我们1997年2008年那一年，我们就给它突破来做灯笼车了。所以说我们那时候是用12生肖啊，那个他说我们的当初的科副市长就讲说，我们不能。灯光不能从外面打进去，应该要从里面 打出来。所以说我们弄特地去设计的12个生肖，然后从里面打出来，灯光就是灯笼了嘛。所以说就改变，从那一年开始，我们的中元祭就变成灯笼了啦。灯笼是灯笼是就是每一年就延续的。现在再接到15年，又换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想一想，又有什么创新？一定要创新，要给我们的无形文化总署这边有一个交代。你们15年前这样子，15年后怎么办呢？也不能延续以前啊。所以我们今年我们的团队，我们就想说，我们做郭子仪出来。但是郭子仪出来我们的主灯呢，我们就不要再去找一个什么什么动物啦、什么的，就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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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啦，什么今年兔年嘛，你第一个想到说我们就找着玉兔嘛，这样是不是又是倒走走回去？元宵也给人家后面再讲说，变成中元的灯节了啦，不是一个你们中元节没有代表，所以说我们今年就特地的把抛砖引玉啦。就是把我们的公仔弄一个花灯，做6米高，2个台子，1米1米，1共8米高，在我们的海洋广场。7月1号那一天，那个7点钟，我们进坛6点半进坛了以后，那个要洗净啦，就是叫北馆来排一个场，然后我们就点灯。但是我们今年的点灯，因为我们郭子仪是我们的老祖先啦、我们要经过我们世界总会的允许啦。我15年前就经过他的允许来做代言人，今年我也是要叫他允许他、请教我们的世界总会的理事长他们的团队他们同意我们再来做。但是我们做这一个，以台湾省没有那个包商啊。他说：“我这个要重新规划、重新做、重新烧、重新焊，所以说我这个做好了以后，他也没有第二家可以人家拿去啊。所以说
会就是花费就比较多一点了啊、哦，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就你叫人家设计，叫人家重新做一个，但是我们就给世界总会来一个，我就想到说，每一年的台湾灯会，中华电信花了那么多钱做一个主灯，然后主灯好了以后，他就送到每一个县市去，那我就有这个 idea， 就想到，哎，理事长。那我那个七月一号到八月一号啊，做完的时候，我把公仔移到我们的内湖的郭子仪纪念堂，好不好？啊，他也非常高兴啊！啊，我这个也很好啊，我花了那么多钱，我可以移到那边去。所以说，有时候有这个七月份，你没有到我们来基隆市来观光，看到我们的公仔，你可以八月份以后，你可以到我们的内湖。啊，郭子仪纪念堂，我们的红楼那边去观赏我们的花灯，我们要换到明年的元宵节，啊，就是这个也是要替我们基隆出一点小力量，给媒体知道，给社会大台北地区知道，你要看我们中元祭的那个郭子仪，你可以到我们的郭子仪的纪念堂来看，啊，我们纪念堂他也特地的做一个我们的那个纪念。咖啡杯，你如果到那边去看的话，我们送你一个。但是底下不是写基隆中元祭，底下是写郭子仪纪念堂、哦、就是这变成这样子。我们是也是要把我们的精神跟我们基隆的郭姓的在办理族谱的一个任务跟一个使命，我们要尽量的把它完成了。谢谢哇！可以看到我们的族谱郭姓宗亲会真的很用心。今年在海洋广场有一个六米高的郭子仪巨型灯 Q 版，而且还是 Q 版哦，而且是这个花灯，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尊。所以大家哇，那以后从高速公路下来就可以先看到那个闪亮亮的郭子仪在保佑大家，也是宣告我们的基隆中元祭正式开始了。那说到这个，大家很期待就是我们十四号晚上当天的放水灯游行。那游行我们的族谱哦，今年郭姓宗亲会很强大哦，他们排了非常大的、很精彩的表演队。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主委。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这一次出动了大约多少人？哦，这次整个郭姓的游行队伍，大概将近1000人哈、哦。那里面呢，哈、哦，会有一个比较，有两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因为我本身是狮子会的人，啊、嗯哦，那这一次刚好我们的300F区。A5 区的总监也姓郭，所以我这次特别邀请我们的总监一起来游行，然后也设计了一部花车，然后整个狮子会的会员有大概70-80个人，会沿路那个也是做了圆扇，不同的圆扇，发扇子，哎，花扇子给大家发礼物，对对。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因为今年我们谢国梁市长呢，他有邀请新住民，好、哦、去跟他会谈，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好、哦，我们邀请新住民的这个团体也来参加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行，它代表着可能不同族群的一种一个融合，好、哦、啊，这个，我们双方洽谈的都非常棒哈、哦，那也实现了。那个谢市长的施政的理念，好，来促展这个整个群组的融合，嗯，是。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学校的学生也会来进行演出，我都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真的好强大哦。我们要请教理事长还是卢主？我们今年的学校有中山高中，还有在他的管乐队，还有建德那个国中的舞蹈班跟他的管乐队，啊、嗯，还有我们尽量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跟文化中心这边、市政府这边都尽量，我们要找我们在地的，啊、嗯，二是在地的社团呐、啊，在地的，除非说我们在地的社团呐、啊，什么他的那个项目啊没有，所以说我们再去请外地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们今年的出发点也是这样子来做，那我们尽量的把它做好。刚刚讲到说游行队伍有1000个人，我们今年哈，我特地我们宣南，要我们要宣南，我们基隆市有这个，就所以说我们跟世界总会讲了，我希望世界总会来号召。以我们基隆国庆中心未来号召，号召不了，我要照我们的总头大头头来去号召，他号召大概要有5部的游览车过来，还有是在新北市的，我们又有2部在天成饭店去那边把他们载过来，再来参加我们的，脚程可以的话就参加我们的那个游行，那个脚程比较那个比年纪比较长老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文化中心这一次的贵宾券花了给我们150张，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啊，所以说我们请我们的中长到我们的观景台来看看我们基隆市的中原祭是怎样。我有一个不可讳言的，我就跟我们中青讲，你们长得这么大了，有没有看到说一个大马路所有都交通管制，而且让你在中间走，而且两旁都好多好多的市民在鼓掌，你看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个人生一定要走这一趟。他说哎呦真的很好，他一想大马路都车子都停了，我说我们5点钟5点半就开始交通管制的，只有你们游行的最大，你们来参观的人最大，所以说这是我们也是找一个机会来向我们台湾的地区的所有的这些居民啊老百姓，大家希望我们来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中原祭啦，啊大家各地都今年连最远的高雄啊，高雄、台南啊，台南、嘉义啊，彰化、台中啊，这个新竹、苗栗啊，再来桃园，再来就是新北啊，金山，还有那个宜兰，都有中心代表来，还有组团来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我们主委跟我们理事长也很大方了。所以说中午也请他们吃饭，晚上也请他们吃饭，但是问题要跟他讲说，我请你吃饭不是吃酒席啦，我请你吃饭是吃梅花餐啦，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去走路，我不是在那边喝酒，我们要去走路，不能喝酒，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诚意啦，大家说尽量把我们的中原祭怎样来推展过去啊，这样刚刚先讲，我们有讲说那个我们今年的主灯是郭子仪啦啊，所以说我们的市长他也非常用心，他也想说希望我们在这一轮的明年在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县市是找一个主题，不要去找说明年是后好去无后头啊，面临凉你就冲着凉啊，银袜就冲着银袜，我们自己选一个自己构思的要一个什么东西啦，好啊，就要说一个动物啦，还是什么东西，还是你们的历史人物啦，怎样啊？所以说，市长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他的想法他是在起稿在研究，但是他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这一次把郭子仪的那个什么那个花灯展示台说，重怀他的意思，重怀他的，他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还没有跟你们讲，哎，你们就做了啊，这样子，我们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中原祭，我们是不能跟巴西的那个这嘉年华会比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自己的，我们要端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让人家欢迎相看，这样子，谢谢。哇，剩最后3分钟哦，要讲大家最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放水灯。那放水灯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一样请卢主跟大家分享，好不好？这个放水灯啊，也是我们里面的科仪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那个因为放水灯哈，讲到以前的放水灯，不是在14号，是在24号。因为我们讲刚刚讲到我们的前辈非常有智慧，因为24号怎样？24号是退潮，所以说他们非常的这个天文的这个水理，他都想到说24号我来退，25号我来祝福。那因为是这个风要端正我们的优良风俗，所以说把它改到我们13、14、15
啊，甚至十三、十四、十五换水灯是我们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刚好到满潮，啊，满潮的话水灯退出去，它又进来，它舍不得走，对不对？啊，所以说后来就以前我们的自己的过，我们自信的子弟兵，25个自信，大家都是聊了皮啊，就是一直推荐，越推越远越好。啊，这为着。因为时代进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救难协会啊，救难协会他就义务的来跟我们帮忙推水灯这样子，啊，就是延续啊。像今年一艘那个渔船，他有一个主动跟我们理事长讲说，是不是今年的水灯，我可以用我的渔船把你们所有的15个水灯，我把你拖到外面去。但是问题是，这个因为有安全的关系，又有海防的关系，又有。啊，这个所以说我们，但是这个讲到这个水灯，是我们15个自信每一个就集思广益的，一直发挥我们的纸糊的这个传统艺术啊。这个因为这纸糊的传统艺术已经快要没落了，但是我们尽量在装置的非常的美轮美奂。但是那个这个水灯，我特别要强调的一个，我们的水灯头，我们的水灯头跟平常人家在糊的那个东西不一样哦。好，讲一个不好听的，就是说跟人家糊那个灵珠啦，是不是那个不一样？我们水灯头，我们水灯头的一个那个规则啊，也是一个真正的是看起来是真正的一个。庙宇真正的一个非常装饰的非常美轮美奂。如果大家如果有那个兴趣的话，因为是那个换水灯那一天啊，我们有租的那个接驳车啊，接驳车无限制的不用钱哈，啊，接驳车我们帮你接驳过去，然后放着看着就流，我把它接过来。但是这个老一辈子的东西，老一辈子讲的话，我们不能给他忘记。因为换水灯有比较有禁忌，我希望说，如果你心理上有那个有禁忌的一个，最好是不要去看。好，最好这是有特别关照，不是说大家都可以去看，就是有的人是说今年，比如说换那个太岁啦，换什么东西，你就不要去看。啊，这个是一样，这是先人给我们传下来的，我们也要传给人家，不是说哎啊，给那里。对，回去看一下今年有没有犯太岁，对不对？有犯太岁，为什么？为什么人讲说七月问不能去水边？这是古时候讲的传统啊，就是七月问你们最少。不要去鬼，但是不是不能去水边，是你。你可以打开电视看我们转播。对呀，对呀，对呀，啊，就是说，这个是古人传给我们的，我们也是要把这个优良的传统传下去。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今年我们的中元祭是一个月，我跟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宗亲讲，我是希望你们来，咱们你们斟酌。斟酌哪一个科仪你可以来参加，啊，你不要说有一些科仪是有忌讳的，你譬如说显烛啦，或者是素灯高啦，还是那个这个都有一个风俗跟那一个科节的，那个礼朝靠那个礼文靠不好的人，靠不爱去参加这啦，啊，但是这个是古那个老人老一辈的给我们传承下来的这些风俗，对，我们也不能说不能给人家。断掉了，也是要找个机会啦，加那个补充一下，谢谢。好哦，所以有禁忌，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当最简单就是大家可以，如果真的不能去的话，就直接打开电视，我们看直接转播，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感受我们基隆中元祭。对，然后最后30秒，我们请鼎清好不好？好，那我就延续刚刚我们卢主讲的，我们今年的放水灯游行是在8月29号。然后是礼拜二，那我们今年交通管制的时间就会是在8月29号的下午5点半，然后预计在市区管制的时间是到晚上11点。那所以就是如果也想要来参加我们放水灯游行的民众，不管你是基隆人或者是你是外地的游客，那我就宣导一下，就是尽量就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那我们的主埔也非常贴心，在我们游行完之后，其实我们在基隆市政府的后门那边，其实会有我们的接驳车直接到我们的放水灯八斗子望海巷这边的现场。那当然放完之后也有免费的接驳车可以接大家回市区。那包括我们其实也协请了1579跟2088
两班的客运有加班车，以及我们的台铁也有加班车，所以就欢迎台湾各县市的民众，还有我们基隆人，就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放水灯游行。是，欢迎大家一块来参加我们基隆中元祭，一块来感受中元祭的魅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